啊，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这个一条龙的课程呢，我们今天进入三根的学习首先是《弟子规》的学习在经典当中会强调到根本这些句子那我们都不能呢。忽略掉像《论语》这第一页翻开来就有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们一定要注重根本，不注重根本呢？我们就可能本末倒置了，舍本逐末，就好像师长常譬喻的没有根的，这花瓶里的花，好看呢，撑不了几天呢。所以我们要成就自己，要成就学生呢，我们都不能不注重根本。记得师长的墨宝有提到了，四书五经是三经。是枝叶花果，《弟子规》是根本，《法华楞严》华严，是枝叶花果，十善业是根本，舍根本呢，而求花果啊。不异于乎？那这个就没有道法自然了，这个就愚蠢了。这样成就不了自己也成就不了学生呢。尤其摆在我们面前，这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是自爱清明，清明是爱人自爱爱人都圆满了，自觉觉他都圆满，止于至善。那我们现在自爱，我们自己。修学得不得力？烦恼有没有清智慧有没有长？那这个部分变成是我们自己要自我勘验的部分呢。
哦，我们得为自己呀、人生难得正法难闻炎黄子孙难生的这么难得的因缘负责任呢、我们爱人，我们教导学子啊。学子有没有越来越进步？他们一代有没有比一代更好？这都是我们在从事教学工作要慎重来评估的，来对待的。所以，师长，他老人家的教化，他也在观察，所有大众学习的效果。我们看老人家提出《弟子规》的学习也是比较是，70岁以后。提出来比较多了，这个我们都要用心了去体察，因为我们从事教学孔子是我们的榜样，佛陀是我们的榜样，离我们最近的师父上人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看印光祖师，离我们最近的净宗祖师，他老人家印的经典《了凡四训》《安世全书》《太上感应篇》《汇编》，没有一本是纯佛经哦。这给我们什么表法了？祖师不着相他教化的目的是什么？众生受用众生现在根性没有那么高，他教那么高的经典。目的又何在呢？所以祖师也没有着相他老人家教诲最多的，强调敦伦敬分的，贤邪纯诚，这没有教得很高啊。都是落在处世待人接物当中李炳南老师乘船应主，李老提出常理举要日常生活当中的礼节应该怎么做？而且师公有讲学常理举要当一个不被人家讨厌的人我们这个清明呢，是去爱人、去利益人首先我们不能让人家讨厌常理举要到师长强调《弟子规》那代表人的根性都一直在往下降
这些善知识，他在应激说法。所以我们自己啊，不能学高了。同样我们给学生们，也要应激，从他们的根本呢，开始引导起来。这也是我们要用心去体察祖师们师父上人他们的良苦用心呢。所以这个扎根呢，不得不重视啊！记得第一次打开圣学根之根。这个是教小孩的啊，同盟书籍啊。首先第一句啊，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啊，时差久错，只为慌张啊。以前常常听师长讲啊，我们在古代啊，教孩子。把他们教成小大人了，很稳重，大家要去观察、去体会哦，是小大人哦，可是哎，很天真哦，很淳朴哦，不是看起来很世故哦，没有，他只是稳重而已哦。大家看，师父上人十几岁的照片，你看很安定，但是气质啊，都很单纯的，很质朴啊。所以感受到古人教育啊，确实可以教出。小大人，然后自己一反观，自己一切言动啊，不够安详，从小记忆当中啊，磕磕碰碰啊，太多了，回外婆家。有一次在跟表弟妹玩耍跑啊跑啊就跌倒了把前面的牙齿都跌断了又有一次到海边去结果割到了脚。好像有差不多两三公分呢的这个伤口，还到邻近的医院呢去缝了好几针呢，自己记忆当中啊，自己很浮躁啊，当然要问问自己了，那这个浮躁现在对治了多少了？昨天在书柜拿东西结果一站起来就撞到那个柜子这个打开来嘛两扇门呢，撞到那个门了。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为什么撞到呢？其实我把它关起来了，可是呢，它故障，它又打开了，但是
之前我就撞过一次了，啊，但是忘记了，啊，它坏掉了，啊，又撞了第二次了，啊，我期许自己啊，不要再撞第三次了。哦，就是你关的时候啊，把锁给它锁上了，虽然它会自己打开来，就不至于再撞到了。所以经一事要长一智啊，真的也不简单。哦，所以都要在这些生活当中啊，让自己的心很安定啊，才不会发生这一些状况。哦，所以自己。虽然啊学了传统文化，学了佛了，啊还没学以前的这些习气呀，啊，要能调伏啊，哦，这个确实是一个大的工程，这个修行确实是非帝王将相所能为。啊，我们有一位啊忍者。啊，他有写到，啊，对去年的反思，他就讲到啊，这改一个习气呀，真的不容易。他想到了下莲居老居士说的，啊，要不顾生死啊，不计成败。只有相应分呢。这个不顾生死是宁肯碎骨粉身呢，终不忘失正念。这个念头没有稳住了，又要被境界给转了，习气呀，又要犯了。哎，他这个心得啊，写得很真实啊。因为要落实《弟子规》的每一句啊，一定要放下习气，才有可能把它落实到位。啊，比方，这个事虽小，勿擅为啊。我们不把这个自以为是放下来。要做到这一句难了，啊，不时时保持对父母、老师、领导的恭敬啊，这一条要做也不容易啊，就像我们每个人都熟悉《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哎，《弟子规》也教我们。怎么做到善财童子啊？见人善，即思齐；众去远，以见机。自己没有放下啊，嫉妒他人的心念。那见人善也很难及时起啊，所以要落实这一句啊，很可能要拿一本簿子，啊，每天见到人家什么优点，记下来。哎呀，我怎么效法他呀？具体的做法。啊，常常看，常常看，把人家的好啊放在心上啊，这样才效法的到位啊。那见人善即思齐，首先我要效法谁呀？哎，我们是跟师父上人学习的。
学有效法的意思啊。啊，我们这么尊崇他老人家，他身上我们都学不到什么，那其他的就更不用讲了。哦，所以我们这一次一起学习《弟子规》啊，也是效法师父上人呢、他是怎么落实《弟子规》的？我们有这个福报遇到他老人家，怎么珍惜这个福报，不糟蹋掉？糟蹋掉福报就损失掉了。所以知福惜福啊，就表现在我们真能效法师父上人，真能效法我们所遇到值得我们学习的亲戚朋友的因缘上啊，好福在受见呢，能接受他们的劝谏，不止言语上哦，他们的身教，我们懂得珍惜啊，我们就越来越有福报了。好，我们也感谢有同修。将老和尚的身教他把他照《弟子规》啊来排列，所以师长的身教是113件事啊，《弟子规》是113件事，这个有文字档啊，手上有资料的同修可以发到群组上。提供大家做参考。所以我们不能这个小看了《弟子规》的落实了。我记得第一次是2004年7月份，我们第一次办幸福人生讲座是在一个饭店里面办的，结果有一个母亲她刚好走进教室看到教材，她不知道我们上什么。好奇啊，走进来，翻了这个《弟子规》，看一看，说，这个小孩学的啊，他就走了。好，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也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重视《弟子规》这部书因为。我们看，这一部书是李毓秀夫子编的，他是依据孔子在《论语》当中的教诲一个学圣教的人应该着重哪些部分的学习这个不单是小朋友学的，当然因为他是三字一句，两句又有一个韵，所以小朋友读起来特别朗朗上口就当做蒙书来启蒙孩子。假如还把它用一个调，音调曲调就可以变成吟诵了。所以古代读经很多都是用吟诵的这个一吟诵
小孩就学着随着这个音调他摇头晃脑大家可能都参加过我们道公长老行公长老他们30系念其实那些调子像《弟子规》。我们就曾经用那个法会当中的调子来念，《弟子规》声真熏，首孝悌，自警性，妨碍众恶轻人，有余力则学问，都可以有调来念的。我以前呢，还花时间去学闽南语啊。都有调的你看《三字经》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故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习明目，则灵处。我以前当老师也没有混的哈。能学一点文化的东西啊。引发孩子的兴趣尤其知道啊，这个闽南语啊，精髓就很美这个一定要把它传承下来我们知道重要了我们就肯花时间肯花精力了。那我们看，跟着这个音调来朗诵人的这种心情也得到一些抒发所以以前的人都没有什么忧郁症呢。你看现在人读书压力大了。又不是照古代这些教学的方式方法，又太压抑了，所以这个教学在这个时代，古代一些方法都可以借鉴的，都有它的效果。你看礼乐教化，这个乐教跟礼分不开。我们看，开学典礼拜师礼这些礼仪的过程呢，都有很好的音乐搭配，包含祭祖，整个过程都有音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对人内心都起到很好的调和作用，所以我们当老师也要把乐教善用起来。好，那刚刚提到我们一位仁者他自己深刻感觉到调伏一个习气很不容易。他能有这个感触是可贵的，代表他真干了，才会有这种感触那师长也勉励我们：咬紧牙关，此生正无量寿。要放下习气才能落实一句金句哦。可是要放下一个习气也很像要脱一层皮这个不简单的。时而勉强终则泰然。能一句两句三句真正落实了，
啊，慢慢其他的句子啊就不难了。啊，因为我们能落实的一两句啊，自己的性德啊，慢慢开始往外透出来了。啊，甚至于可以起到触类旁通的效果。哦，而且他也提到啊，自己真的有落实了，哎，感觉啊，家庭的关系啊有所转变了，啊，家里的人对他比较认可了，哦，所以师长常说啊，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谅解。一定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得不到家里人的认同啊，哎，我们一定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医报随着正报转，正报是我们的心呢，医报是我们的家庭啊，啊，同样的。我们在学校当中，啊，班级啊是我们的医报，啊，随着我们老师这颗心呢，是正报来转变的，啊，自己教学的过程，啊，尤其是越教啊，这个感受越深了，自己的状态越稳定了。啊，学生的学习提升越大，哎，自己的状态不稳，甚至还退步了，哎，也可以感受到啊，学生的状况也不好。啊，台湾啊，有一位高僧啊，圆英法师。他是禅宗的学生哦，而且年龄比较大才出家，啊，非常精进，就闭关了。他在精进修行过程，啊，用毛笔啊写下来一些心得，啊，后来编成了《毛鹏杂记》，看到他的教诲啊。印象很深刻啊，述而不著，信而好古。哦，所以我们看看有大成就的人，都有同样的心境，代表呢这些心境没有到位啊，我们修不成。这个值得重视啊。哦，就好像老和尚讲经当中提到啊，一个人修学要成就啊，要老实、听话、真干，这六个字是所有成就的人共通的特点。但是这六个字啊，不能凭自己的感觉。啊，我最近跟一个同修啊交流他呢老和尚讲经啊，24小时打开来，从来没有播经机啊，没有离开他的身。那跟他交情还不错啊。啊，我说你不是很听话。好，虽然你每天都在听但是呢，你遇到事的时候啊，我看还是顺你自己的想法，不是依照经典，也不是依照老和尚讲的。哎，我们有时候会被这种外向啊，哎，我有啊，我有听啊，我24小时都听呢。
重实质，不重形式。实质是你遇到境界的时候，你老实听话、真干，依教奉行多少。旁观者清啊，有时候我们会自我感觉良好啊，我一直在听啊。所以这一些修学成败的关键态度啊，这我们都得自我勘验的。师父领进门呢，修行要靠个人。尤其啊，我们现在工作强度啊，不轻哦，工作所要花费的时间蛮长的。我记得自己当时候在高雄县教书啊，我记得那时候还跟我的同学啊，师范学院的同学开玩笑，我说我以后教书啊，不是到弥陀，就是到观音啊！因为我高雄有弥陀乡，还有观音乡嘛。后来我第一年正式教书啊，是在这个观音国小教书的，当时候做班主任呢，我记得出门的时候啊，天还没亮呢，回来的时候呢，天已经暗了，所以在学校的时间呢，超过10个小时。那当然了，人不怕身累，怕的是心累。你做的觉得很有意义啊，其实心不累，反而一种踏实感。我自己大学毕业，社会新鲜人，我要的不多。这一句话大家熟悉吧？我们那个年代的一首歌曲我要的不多，就希望干一个真正对社会有帮助的工作。可是我因为一开始接触商业，当然商业也有菩萨哈，可能是我福报不够啊，没有遇到稻盛和夫，这样的这个有理念的企业家，就感觉好像他们给我讲的这么好啊，根本上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后来接触到佛法说因地不争啊，果招淤蛆啊。自己的动机呀，自己心里要很清楚所以后来就思考，哎呀，哪些事情啊，对社会有帮助虽然我也曾经做过 top tier sales 不是很踏实后来我真的决定了。不然我去做有机农业我去农耕这个对人一定有好处的我工作都找好了。后来刚好去了台东想说去个3、5天度假度假就回来工作了，结果一去就住了7个月了，现在回头想想
佛菩萨慈悲啊，加持啊，让我跟教学接上缘了，就是在山清水秀的台东关山池上之间所以我在那7个月胖了5公斤。顺便推荐一下台湾池上米啊，很营养又好吃结果就遇到一个代课的机会2个月，有一位女老师生产了，特别巧那一年的法令调整了一个规定就是大学毕业以上才能够代课，以前是高中毕业就可以代课了，只要有代课的机会学校的老师的亲戚朋友绝对会掌握这个机会，因为那1个月。薪资也不错结果那一年一改，要大学毕业才可以代课。那大学毕业生都跑到西部去赚钱了，东部找不到了。那我是从西部跑到东部去静静心的，所以这个机会就找上我了，推都推不掉。所以这个是佛菩萨慈悲啊，让我有机会去从事教学第1个星期就觉得教学太有意义了。因为那我去教1年级的7个孩子，他们现在的面容我跟大家一聊他们的面容都呈现在我面前。现在想想。他们或许是佛菩萨来度我了，来启发我的使命，启发我的责任，启发我的善根好像是第2天吧，我在走廊上看到，旁边，草地上有一些蚂蚁死了，很自然的蹲下来。把它埋掉了，刚好3个同学经过了，说：“老师，你在干什么？”结果我说：“埋蚂蚁入土为安。”那学生一听，点点头。实在讲，我不知道他们听懂不懂他们只是眼睛很认真的看着我，点点头。结果隔天我看到那3个同学蹲在走廊旁边我就蹲下来问他们了，你们在干什么他们回头看着我，很认真的说：“入土为安。”我在那一刻确实是，好像眼前一亮，我好像找到人生的方向，我以前也听过一句话，与其教小孩读书写字，不如教大人拾回童心这句话其实就。点出来，父母老师的重要性父母老师能有很好的身教其实小孩子并不难教我后来就回来考师资班了，现在想想，佛菩萨考虑得很周到。让我代课2个月，我就有钱补习了。
哦，后来读了一年书啊，也交了几钱了然后呢，哎，我实习啊，又让我考上代课了，呵呵，代课抵实习。哦，所以那教书的2年多体会到一个成语叫"披星戴月"。那工作的时间呢，蛮多的。从相上看呢，休学的时间就少了。但是我们不能把责任呢推到境界上面去。哎，这是一个习惯哦。我们遇事容易觉得是别人的错，别人的问题。同样修行这样的一个惯性有可能也会出来我们呢，不因为境界，我们就自己产生一种困难，产生一种退缩，宁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像去年承德自己也在体会这一点呢，境界没有问题问题是自己的心有分别，有执着了。比方不能因为工作忙，你佛就念得少了，你经就听得少了，那就把责任推给境界了，就开始试验了，一天可不可以念10000声呢？后来坚持几个月其实不难，也很惭愧自己修学20几年了，其实这个功夫应该第一年就可以做到了。哎呀，这个蹉跎太久了。后来今年跟一些同修们共勉，黄念祖老居士说不要求把念佛当唯一但要把念佛当第一而且黄老还说没有念到10000不叫念我们在听善知识这些法语比方说黄老说呢，念不到10000不叫念我们首先，这个自我感受先上来了，这黄老都不能体谅我的实际情况是吧？我这么忙，我们听善知识的法语是先去领会他这个法语背后的深意在哪，还是我们先自我感受先上来？自我感受重的人。情执重的人要纳受善知识的教导，难。首先呢，我们得要静下心来去体会他们讲的这些用意。为什么黄老说你没有念到10000不叫念呢？念的目的是什么？正念越来越多佛号越来越多烦恼越来越少那我们一天没有念到10000，
那其他时间都在打妄想。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我们每天烦恼妄念还是比正念多很多，想不退吗？不容易那当然，这个一万意思就是佛号要比妄念多啊，不能少。假如说你念得比较慢，那个是另外的情况了。因为念佛最重要也是要摄心嘛。你念得太快，口念弥陀心散乱，就为了感一万，那又产生新的执着了。修行难啊，难在什么？随时都可能有执着点产生，一直就成病了。比方说要念一万，决心也很大，然后就顾这一万了，家里人需要我们帮什么忙，我们就产生不舒服的感觉，哎呀，这冤亲债主又来了。我明明要完成一万的，怎么又来给我障碍了？你看这个念头又形成了一种对立了。所以我常常也是跟大家说啊，我什么都没有说啊，大家也什么都没有听啊。那个什么都没有听的意思是不要听出执着点了。不然到时候一听出执着点，出了什么情况了，你家里的人一定说那个出家人很可恨啊，怎么我们家里的人听他一讲就变得怪怪的了？所以这个一直成病真的不简单那也是在练自己不要把责任推到境界上去自己确实工作不少，但不要以此为借口。自己还是浪费了不少时间呢。那今年兔年癸卯年师父上人属兔的，所以今年的加持力也会很强。加持的根本就是自己依止的老师上师时时不忘他的教诲，就有加持了。那请大众呢？劝请大众念一万，那我自己不能少啊。当说确实有点冲动就开了个2万。跟大家汇报一下目前的战况从大年初一开始到现在。平均有超过2万，也是慢慢要养成习惯因为之前看到藕益大师一段教诲那一段教诲很精辟真的是六字统摄万法，一句佛号，真能念佛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大布施了，身外之物能布施，这个身也能布施这个是最彻底的布施了。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来回向给苦难的众生，都是这种为众生的心
就像师长常常说，灯是什么表法？啊，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们面对学生呢，啊，自己的感受啊，可以再做得更多啊。哎，每一个学生其实都需要更多的爱，更多的引导啊。真的看那么多社会现象，甚至于自己所接触的孩子、年轻人。都缺爱呀，比例太高了。一缺爱呀，身心不安定。一不安，烦恼就上来了。啊，所以有一个药啊，世间的阿杰陀药啊，就是爱。你真爱他了。你就是他的真上缘，他在你面前呢，就越来越好了。啊，他不愿意辜负你对他的爱护啊。而自己啊，假如啊，不要熬夜呀，啊，不要浪费了自己的精力呀。自己就能为学生们做更多的事情了。哎，人有这种责任使命啊，真的容易调伏自私啊，调伏烦恼不使一秒钟空过啊，不使一句话空说啊，甚至于是自己早一天。明理，早一天更有善巧方便，学生就得力了。我们早一天提升自己的智慧，就可以引导学生了。这一份心呢，就鞭策自己，不能懈怠了，不能浪费。一分一秒啊！啊，记住啊，这些学子们信任的眼神呢？啊，甚至于我们可能也面对一些家庭不幸的孩子人不学不知道啊，不知义啊，啊！况且呢，中华文化忽略了几代人呢、啊。现在当父母的不一定知道怎么当父母啊！啊，这样不幸的孩子来到我们面前心大悲呀、啊。明有情了，眼迟辨，说法眼。有时候你真正要帮助一个学生呢，会感受到了，不只是要帮他，还得要护念他的父母啊，因为他父母对这个孩子影响太大了。你说，那他父母应该要懂啊，他没有机缘啊。你去怪他的父母，他的父母说：“我爸爸妈妈也没教。”哦，后来啊，你跟着他父母去找爷爷奶奶是吧？啊，爷爷奶奶说：“我爸爸妈妈也没教。”哦，后来大家都来到坟前了，是吧？哦，这几代人呐、啊，但是我们是从事教育的，
我们是专业的啊，那就从先觉觉后觉呀、啊，我们先明白教育了，我们就有一份责任了，去护念不懂教育的人了。哦，那真的想帮助一个学生呢，你就体会到了业力甚大。这个孩子本身有他过去生带来的业，他家庭也有业力哦，他的父母，他家里的人，他所属的社会环境也有业力哦。啊，为什么五种仪规里面有训俗仪规？整个社会的风俗啊，对每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哦，所以普贤行愿品讲了，因有众生呢，而起大悲呀，因有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为什么诸佛如来这么感谢众生呢？这么同体大悲来救拔众生呢？他们感众生的恩呢？没有众生的苦难呢，他这个大悲心、大菩提心啊，没有发出来。他成就不了佛道所以印象很深呢。啊，那个商道啊，医道精华啊，许俊医师，他说了一段话，啊，他曾经把都断气的人救回来啊，病重的人救回来了。他自己的感悟啊，啊，看起来好像我救了这个生命，事实上是这个生命啊，把我的慈悲心不断的唤醒自利啊，一定利人啊，啊，自己回想从教啊，这20多年。假如不是啊，这些小朋友们信任的眼神，自己也很容易懈怠呀。啊，都是这些缘分，大众的信任，鞭策自己的。啊，真是无限的感恩呐。那师长啊，也表演给我们看了，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修行啊，就是改心、转念啊，尤其是啊。要用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感恩的心呢。我们对家人、对一切人，念恩忘怨，我们把很容易抱怨的心念转过来，不能念怨忘恩呢。念恩忘怨，啊，我们就真能过上了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而且啊，感恩心不可须臾离也啊！啊，《华严经》告诉我们呢，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啊。菩提心跟感恩心呢相应啊，啊，《劝发菩提心文》里面
啊，我们观察念本师恩，念父母恩，啊，念师长恩，念众生恩，念施主恩，都是知恩的心呢，感恩的心呢。我们只要有埋怨别人了，菩提心就不见了，而且埋怨别人是嗔心啊，火烧功德林啊。所以这个念恩的心啊，不断增长。你看佛门，吃饭以前，十存五观，就增长感恩心了。济功多少，量比来处啊！哇，这一餐饭可不容易啊，多少人的心血呀，多少行业的成就啊！啊，刚刚跟大家提到就是自己也是在体会历事练心。哎，我经历啊，工作是忙碌的，练什么心啊？练不把责任推到境界上面去。哎，我还是可以念一万。我还是可以练2万呢。啊，刚好啊，最近去了澳洲，见到一些年轻人啊。不过呢，我跟他们讲话都得翻译啊。他们比较听得懂英文了。啊，他们很可贵哦。啊，像有一个越南的后裔啊，他不会讲中文，但是呢，当地啊用英文教《弟子规》，啊，他来学呢，13、14岁啊就开始教《弟子规》，很可贵啊，哎，现在是小学老师哦，啊，他那个愿力我也挺佩服的。那这些年轻人都发心到道场来护持哦，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了，啊，现在生活工作那么忙啊，很少有时间呢，拿出来念佛，啊，拿出来听经啊。那。有一点就很关键的，我们佛门讲不着相，不是听经的时候啊才在熏习呀。今天假如我们面对一切人事，都是用经典来思维。请问当下自己有没有在熏习呀？啊，假如我们工作是工作，没有把经教用上，然后就会很渴望，哎呀，赶快让我听听经吧，我把心态调整调整吧，我快撑不下去了。那就。经典跟工作打成两截了，这样就比较不能有法喜了。这样，假如听经的时间少了，自己就会生烦恼所以，我们纵使听经的时间少，但是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状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学生引导？他犯错了，你引导他，讲啊讲啊，讲到自己也流眼泪了，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呢？哦，被自己感动了，
我有一点这个经验啊，当时候面对四大天王，在我们引导学生啊，他犯错了，机会教育，我们不是发脾气的，都是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的。每一个言语都是恳切的，所以师长老人家说，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呢。什么时候用真心？看自己的学生一眼，用真心。每一句言语，啊，甚至拍拍孩子的肩膀。都是用真心，哎，那真心的力量可大了。我记忆当中，当时候在高雄中学，我两个老师，一个是我6年级的班主任，一个是自然老师，很巧啊。刚好他们去参加一个活动，在高雄中学办的，我当然很高兴啊，自己两个老师到学，自己学校来了啊，就去见老师啊。那更巧的是什么？这两位老师啊，都教过我二姐啊，那我二姐都是全校第一名。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的，我是在他的，不能说阴影之下在他的光环之下，确实有压力的哦。可是你看，当时候两个老师在那里谈话呢，他们的言语就是表达。你们两个很不一样没有拿我们去比较我记得当时候老师讲还叫着我的名字说你是哦，大只鸡问题啦，说我是，这个闽南话翻成普通话不是很好翻就是说这个，很大的鸡叫起来比较慢翻成另外一个意思叫大器晚成啊。那个当下老师笑着说的，但是很真心对我们讲的。你看那一句话对自己的鼓励是终身的鼓励啊。所以我们从事教育啊，真的不能忽略真心的力量啊。所以我们教学呀，心中要有佛法。那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思考。自己都在道中啊，都在熏习当中啊，你就不会觉得，哎呀，我不行了，我听经的时间太少了。你越是这个念头，就变成恶性循环，你会有一种无奈，哎，怎么都让我忙成这样？你对境界没有一种安住。甚至对境界没有一种感恩，这个境界是来成就我的，到底现在考我什么？老和尚说：“佛菩萨安排呀，现在考我什么？”
立誓练心啊。事情可以忙，心不可以乱。这练这个，工作可以多，心不可以烦。啊，工作可以多，但是呢，处理事情啊，还是能够啊，用真心，不起情绪。都要在经上练的，啊，而且自己的体会啊，提供大家参考。每一个时段呢，可能都有我们考的重点。啊，你没有考过了，那这样的考试啊，会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甚至于会换人。啊，换整个事情的一些人事的状况，但是考的是同一个。比方说，考我们啊，面对事很多啊，心要定得下来。啊，面对事很多，可是不能不替人着想，不能不起情绪啊，不能起情绪。可能是考我们在境界当中，不能跟任何人对立。真的是一切皆考验呢，看而怎么办？啊，对境若不是，啊，面对这个境界，不知道是考自己什么呢？需再从头练呢，那得从头再修了。没过关呢。哦，像自己就有一段时间就感觉，考不挑境界，随缘顺受，怎么来，欢喜去面对它，不要跳境界。哎，有一段时间就考。像大学说的，"好恶之其恶，恶恶之其美。"哎，跟你过去今生缘分比较好的，你能不能冷静，可以看到他的不足？哎，这对我们教书很重要啊！哎，遇到跟你过去生姻缘比较好的学生。你不知道他的不足，你就护不到他了。那到时候跟他搞情执去了。啊，这个我有遇过啊。我小学的时候遇到一个代课老师，啊，刚好班主任生产了。这个代课老师对我很好啊，啊，我当时候都觉得。我走路有风啊！哦，慢慢自己有点狐假虎威，哎，就飘起来了。你看，这个老师的缘对我讲，关系那么好，反而啊，我恃宠而骄了。哦，后来班主任回来还给我调了老半天了。哦，这个面对善缘，你要会用心哦，不然你会堕落，他也会堕落呢。物而知其美，那刚好这个学生过去生跟你缘不是很好。哦，哎。他的一些言语态度，你就不舒服，还要提醒自己哎，哦，不能被这些过去因缘影响自己的心哦，心还是要平等哦，不能偏私哦。
然后还要看到他的优点，肯定他的优点。所以我们要把善缘、恶缘都转成法缘呢。而老师要把放下爱憎、平等对待，展现给学生看呢、啊。不然呢，我们利益不了学生。啊，缘分好的生贪爱，缘分不好的对立起来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呢，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呢。啊，老师这个行业也要以修身为本。啊，我们不把爱憎的心调伏，想要利益学生。不可能。哦，所以古人这个两纲八目啊，前面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啊，这个是内圣的，这是成就自己啊。接下来修齐治平是外望去利益众生的。啊，所以真善大师啊，禅宗祖师说到了：烦恼起于爱憎，爱憎起于分别。所以淡漠真爱，洞然明白。我们真把爱憎的心去掉，我们在面对学生的时候，面对境界的时候，自己的心是清楚。不会被贪爱障碍，不会被嗔恚障碍，所以师父的法语是宝啊，处逆境，随恶缘，无嗔恚，业障尽消。我们在教学的现况，也有顺境、逆境、善缘、恶缘的。啊，随顺境，处善缘。无贪痴，福慧全现的。啊，我们啊，刚刚啊提到啊，《弟子规》啊，这个是啊。李毓秀夫子，他依照孔子一段对学人修学内容的教导，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透过这七个纲目，收集很多经典当中的教诲，编出了《弟子规》，可谓用心良苦将每一个圣贤学人呢，从小扎根呢。从小就掌握圣学的这些修学的重点那有孔子的教诲为纲，那李毓秀夫子良苦用心编了所有这113件事为目，那这样的经典呢？我们也要用尊重的心呢，来学习。如平得宝，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好，那我们看呢，这个总序，《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这个《弟子规》是依照孔子、圣人的教诲编出来的。那首孝悌，经典当中有说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所以我们的道统当中这个孝悌根本呢。俗话也说百善孝为先呢。而且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呢。所以这个修学圣教一定是以孝悌为先的。次谨信，谨啊，俗话说的，谨慎为保家之本，都是根本哦。尤其，古人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呢。一个人从小没有养成谨慎的态度他是迟早要出状况的，这不可能避免得掉的。所以谨慎为保家，也是保身呢，之本呢。我们冷静看看现在外在的诱惑。老和尚说的，比起古人呢，超过1000倍啊！你说这个谨慎不扎根，不可能避免得了这些诱惑。所以我们从事教育角度，从学生的一生来看呢，我们才能抓住轻重缓急出来。我们也不会为了眼前的分数这么挂碍了。我们自己也觉得用到心了我们所重视的都是他影响一生的这些做人做事的态度。哪怕现前学生不理解你，学校的领导不理解你，那刚好我们这个境界练什么？人不知而不愠呢，不亦君子乎现在这个时代你做对的事人家不一定认可你的。所以我们的动力，假如是建立在别人的认可那铁定会有很多挫折感的。要建立在真理上。建立在老和尚的教诲上。信。信义为立业之本呢。这个在社会的信用是人的第二生命呢。自古皆有始，民无信不立了。你说孩子能够不重视信吗？那他人生就没有立锥之地了。
泛爱众，仁爱为皆物之本呢，这个都是根本。爱人者，人恒爱之啊！啊，要能推己及人呢。而亲人，亲近有道德学问的人呢，啊，从佛法来看，要从名师授戒啊，明白的老师啊，我们要亲近古人呢，亲近当前的良师益友啊，而且一天不亲近了，我们就会退了，烦恼就会上来了。啊，古人还可以撑3天哦，3日不读书啊，面目可憎啊。啊，我自己也有自知之明了。我一日不读书也不行啊。我只要有时间了，我就要赶快看书听经了，不然我会打妄想了。哦，我不是3日啊，我是1秒。哦，我自己要有自知之明了。哦，那最后有余力呀，则学文啊，代表前面这6件事啊，重要啊。都是本分之事啊，要认真去做做得很扎实了，还有余力呀，在学文呢，学六艺呀，学经典代表最重要的还是要先做，扎这个做人做事的根基了。而且，假如不重视前面这些德行呢，一学文不力行了，不重视就没有力行了，但学文就长浮华了。这个都不能有侥幸的心理哦。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元婴法师强调我们现在修学的病。求解不求证，喜欢听经，没有落实，所以我们这一次大家一起共学《弟子规》啊，不只是我们理解这一句，我们要把它彻底把它落实下去，不然解行就不相应有一个丈夫啊。很无奈的说到了，我这个太太呀，每天就在那一直听经，一直听经，啊，孩子要学习也不去陪伴，这个听不是要拿来做的吗？你看我们学的人，都让没学的人误会了，生烦恼了。所以，求解不求证，就不对了。一定要去信解，还要行证。不能好多不好精。求知欲哇，喜欢学很多。老和尚指导我们，应该是学一句呀，好好去落实一句，就有一句的受用了。而且不能逐末不求本，所以本在孝悌呀，本在前面这6项做人做事，有余力的在学文，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